佛门有一句话说，回头是岸啊。回头什么？不要看别人，看自己。啊，不要怪别人，要怪自己。啊，我们自己才有救啊，自己才能得度啊。如果都以为自己没有错，错处都是别人，你这一生呢，往生没指望了。啊，你这一生呢，肯定还是搞三途六道。念佛念得再好，只是给阿弥陀佛借个缘，阿赖耶识里头落一个佛的种子。这个种子虽然是金刚种子，永远不坏，可是李炳南老居士在《无量寿经》每一注上写得很好，难免长劫轮回呀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心，这个法门不容易遇到。经上常讲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呐。开经记我们天天念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这都是真话了。我们这次机会错过了，下一次再遇到可能又是百千万劫。那这个百千万劫在三途六道里头轮回，那个苦可受足了。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方，警觉心呢，自然就现起，自然就能提起，彻底改过，真正回头。过去对不起三宝，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干的是灭佛法、破活活僧，这个都是阿鼻地狱的罪业。只要啊，我们现在一口气还在，这口气还没有断，就能够忏悔，就能回头。要真忏悔呀！不要顾着面子难为情，那个没有用处，那还是要堕三途。过去我谤三宝啊，我怎么忏悔呢？回过头来，我要赞叹三宝。过去我破活活僧，现在我要拥护活活僧，这个叫真忏悔呀，不是在前佛前面祷告祷告，我忏悔我错了，在外面对人家一句话都不讲，这个没有用处的。所以忏悔，佛家叫发露忏悔，坦白向大众宣布，自己错了，从今以后我改过自新，这才算数啊。别大众面前顾到面子，要面子不敢讲，佛菩萨佛像面前嘀咕嘀咕嘀咕半天没用处啊。修忏悔法都不晓得怎么修法了，必须把自己的过失说出来，